金属浮雕胶啊，宝贝们，一个金色一个银色，然后我给你们来试一下这两个颜色，它可以勾一些我们这个后缘的立体小线条啊，就可以代替了魔晶粉。现在手上给你们试的是银色啊，一个亮银色，然后还可以画一些这种法式边，后端的反法式啊，前缘的正法式它都可以画，而且这个胶画出来这个线条什么的都是比较流畅的。你想让它有那种魔晶粉立体质感呢，你也可以给它画成那种浮雕的效果，然后这种平平的一个小线条它也可以画，还可以用我们的小笔啊去画一些这种金属的浮雕小花。金属胶对于美雅店的宝贝们来说啊是特别的实用。然后接下来给你们试一下这个金色，像咱们手上可以写一些什么发财呀、暴富啊，它都可以去写，而且写出来真都是那种金属质感的啊。宝贝们，这个金色我给你们做的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浅的那一种金啊，不是那种黄金那种土豪金的颜色，就是很浅。因为这个金色上手啊，你无论是画边画后缘它都显着很干净，不是很土。然后银色是那种亮银，总共两个颜色，给你们挂在下方小车里喽。